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因為不是直播，其實我們盡量做完每一節之後呢，就即刻呢就會上載翻上去，即是大家可能會遲了四五個字聽我們的節目，還有沒得互動，沒咁互動。當然你們仍然可以繼續在個 chat room 度，雖然你們聽不到現在，繼續在吹水啦，沒所謂。我們嗱嗱聲啦，7月17號，今日呢農夫山泉呢，昨日嗰單嘢啦，我講過啦，咁其實呢都真係有得拗，係有得傾下嘅，即係消委會，我覺得佢回應好軟弱嘅，今日回應，佢話喂，其實我哋去到尾都係講緊話所有樣本可以安心飲用，文章嘅重點係各樣樣本嘅性價比同埋瓶裝水嘅膠樽對環境所構成嘅影響，就並唔係指產品有安全問題。其實我覺得呢個已經好軟弱㗎啦，我唔知點解咁軟弱。OK， 嗱，我到而家我都覺得咧，如果人哋指出農夫山泉指出，喂，你將佢擺咗落唔同嘅 category 度，因為你就係消委會，我淨係得純淨水同埋天然礦泉水，而農夫山泉我先唔好拗啦，唔好講啲怪論啦。佢話佢只係天然水，咁你係就呢一點咧，你可以係講錯誤，即係你話咁我哋做錯咗，但係我哋冇話你乜嘢，冇話你係唔合格啊，即係冇話你唔適合飲用啊，只不過係話你係達到歐盟嗰個安全指引嘅上限咁講。喂，理直氣壯，但其實我覺得佢咧就好弱啊，消委會。於是乎咧，今日咧嗱，你弱還弱啊。今日呢一個農夫山泉嘅執行董事咧 ，OK， 就帶埋律師，喂，直接踩上去，屌你老味要質詢喎。嗱，冇話唔得，喂，但係呢個真係唔係我哋香港企業同即係話即係官營公營機構或者消委會咧去丟。喂，你可以去約埋開會啊。可以出信傾啦，甚至乎律師咪法律事法律做咯。哇！你即係哇，好，我又唔知文言進步定點樣啦，好撚得意咯。喂，我真係拖埋個律師上去踩場喎。即擺明就一啲中資恰鳩你香港，知你香港話咧。你就算閪撚到爆都好，我都話啦，佢本身個回其實個回覆好軟弱㗎。喂，如果你俾我真係理直氣壯啊，哦，關於你咁樣嘅咧，我哋會注意啦，即係如果你真係有擺錯咗落去嘅，但係我哋篇嘢通篇冇話你唔飲得啊！我覺得根本係農夫山泉地規，佢點解咧？嗱，你話人哋用錯標準，唔應該用天然礦泉水嘛？你話因為你飲用天然水嘛？深圳唔係啊！天然水你成日標榜住咩農夫山泉，佢唔係蒸餾水嚟嘅，因為話蒸餾水冇礦物質，飲得多咧就對身體唔好。於是佢標榜我哋嗰啲水係有礦物質嘅，咁人哋就將你擺落天然礦泉水有咩問題咧？嗱。呢個就嗱法律就係咁拗嘅，咁天然礦泉水同天然水係兩回事嚟噶嘛，但其實你問我咧，礦泉因為佢係深，佢而家拗係佢係深層湖水啊嘛，湖同泉梗係唔同啦，即係拗呢啲嘢咯，喂，而問題就係嗱，你再睇多點喎，消委會唔係講緊你合唔合乎飲用天然水或者天然礦泉水嘅標準喎，係講你嗰個臭酸鹽有3%嗰個即係量值。嗰個度數去到歐盟嘅即係上限，即係無論你用咩嘅標準，你當飲用天然水又好，天然礦泉水都好，你都要計你啲量值噶嘛。你量值係唔會因為你嗰時係計緊咩 project 會有變噶嘛？人哋只係指出你量值係達到歐盟嘅上限，飲得太多可能會有一啲嘅情況出現，就係咁咯。其實都未必係有咁講添嘛，我覺得消委會未必係咁講啊。佢話全部產品都係冇安全問題，因為歐盟嘅上限咧，即係如果講假若係天然礦泉水咧，係3啊嘛，每公升咩3微克呢個咩臭酸唔知乜鬼嘢啊嘛，咁你咪3微克咯，達到佢上限啊嘛，你都冇超標啊，即係佢都冇話你有安全問題。你飲用天然水又好，天然礦泉水都冇超標啊，你都3微克噶嘛。係啊，咁你佢話3微克咩？即係提醒大家，如果你飲得多得滯咧，即係一日佢之內啦，可能會出現啲輻射啊咁咯。其實都唔會啊，我甚至乎我覺得唔係啊，你要多應該係飲得多過。個標準你就會有機會都飲好多嘅話，如果你話即係總飲呢啲嘅，我真係唔會咯。佢一日多過2公升就可能會咩咯？
一日點樣多兩公升啊？嚇、啊，一日多飲兩公升呢啲水啊？即所以其實消委會個報告冇問題。嗱、啊，農夫山泉嘅飲用天然水係三微克公升啊嘛，你一日兩公升係六微克啫嘛。咁但係其實根據呢一個世界衞生組織嘅各類飲用水啊，你係唔能夠超過十微克啊嘛。你其實飲兩公升都冇問題㗎，只不過你係入邊咧。即係呢啲殺水入面你最高咁解啫嘛！即係佢話，如果你攝取好多咧，啊、會有出現啲輻射嘅。你老實講啦，我就不嬲喺另一方面，我都唔會理呢啲消委會啦，從來。即係等於你話屌你諗咩豬肉你食得多又會瀨嘢㗎，大豆你食得多會瀨嘢，咁你根本都唔會。佢我唔覺得咩咯。嗱，但係今日你踩上去咧，其實就好大個原因嘅，就係、是、因為你消委會自己個回應薄弱，因為佢哋又窄窄地喎，佢哋真係見到人哋嗰啲係大陸機構啊嘛。嗯屌你咩？屌柒佢啦，唔撚使喎！喂我而家唔同你講呢樣嘢先。咁你嗰次唔出聲嘅。喂，我淨係講點解你哋會揾喂？而家香港係咩事啊？點解你會揾埋律師枕踩上門踩場嚟揾我算帳啊？香港冇政黨出嚟就反駁嘅。屌你黐撚線！喂，你乜嘢料啊？農夫山泉，屌你咪做水佬嚟嘅啫嘛你，咁樣戇撚鳩鳩嘅，屌你！喂，真係老實講，喂，法律事啊，法律解決。真係我唔理啊！嗰啲內情啊，打官司好啊！屌你老母閪！喂，你唔係咁樣喂，咁樣踩上去踩場啊？打官司好啊！黐撚線嘅，屌你老母閪！輸硬啦，打官司你。好啦，另外，喂，人哋都冇話你唔合格，又冇話你安全有問題。嗱 ，except wording 啊，佢係咁樣啊嘛。佢話全部三十款測試樣本及發現有害物質超出世衞嘅相關準則係冇嘅，所有樣本可以安心飲用。文章嘅重點。只不過係將各樣嘅性價比去對比，其實消委會做呢樣嘢啊嘛，咁於是乎你咪對比咯。哦，可能呢一隻農夫山泉就兩蚊，不過有三微升喎，每即係有三微克呢一個臭氧鹽喎。啊，呢一個就三個半，就少啲啦兩，咁你咪去對比咯。啊，兩就好似安全安心啲喎，不過貴個半喎，咁你啲消費者咪對比呢樣嘢咁解啫嘛。屌，老實講啊，你自己屌你諗乜股價大跌？屌你老母！即係揾嘢賴啊！我真係唔信香港消委會嗰個報告，那個報告仲係喎！屌你咪十五號發布，即係星期一，即刻令到你股價咁樣大跌，咁你等死啦！根本你個股價就唔撚值咁多錢賣水，屌你咁有咩首富咧？笑撚死人啊！喂，真係老老實實講，我見到人嗰啲首富又話整乜嘢 AI 啊，又話整咩嗰陣時，喂而家好似冇人講嘅嗰個叫咩？嗰、那個咩空間啊？嗰陣時老少華嗰啲咧。元宇宙，元宇宙啊！而家點解冇人講咧？突然間，元宇宙，就依家去到邊啦？講 AI 啦，係咪？好啦，屌你老尾，我哋嗰啲你話賣水，賣啲咁幾毫子樽水做首富，唔係啊嘛 ？OK， 好啦，另外嗱呢一個咧，你真係唔就唔得噶，梁美芬咧，嗱真係無啦啦整笪嗱，香港真係我真係頂唔撚順啊！喂，你哋可唔可以建議一啲？屌你老尾！喂，喺立法會質詢，咪政府你係咪可以幫下啲市民而家生活啊？即譬如係咪可以拆少啲牌啊？哦，屌你老，你令我諗起黑暴，於是咪冇個收聲咯。就個個講埋啲咁嘅言不及義嘅嘢，點樣代表市民？講乜撚嘢？梁美芬佢話：喂，法國咧，我建議啦，如果係喺97年回，只係接受過97年回歸之前嘅嘅教育嘅專業人士咧，嗱、即係話如果咁計咧，而家我哋回歸啦，所謂。27年，咁你而家40-50歲、50歲到嗰啲咧，好多可能都係受過，譬如大學畢業嘅，佢可能淨係受過回歸前嘅教育嘅啫喎。喂，無論係教書啦、醫生啦、律師啦，咁都好多好多人嘅喎。佢話咧應該要補飛，要佢哋咧接受翻啲愛國主義教育咁講。即係嗱，先唔好講呢條線，我覺得畫得唔係咁好啊。咁如果我去到2015年，即係我先畢業啦，當我接受上教育。喂，2015年之前嘅香港訓練出嚟嘅專業人士或者外國翻嚟嘅專業人士，有幾多個受過愛國主義教育？點解嗰啲唔使？咁啊多撚如，屌你老母，真係俾你學下教下篤下個鼻就屌你老母。喂，呢、這個大家都知唔係事實，包括梁美芬都知。喂、你又係要喺度 propose 呢啲咁樣嘅嘢，又去證明顯示自己有幾撚愛國幾撚關心？國就梗係愛㗎啦，你自己又揾食唔通上去冧咩？撲街行家產，專業人士，屌你老母！佢叫佢唔理你教佢咁嗱，佢搞嗰啲專業人士，佢有個目的，我都覺得冇問題喎。我真係覺得呢樣嘢，
我最驚就係佢唔係有目的嘅，我理啦乜理啊？我最緊要我自己富貴，即係自己啲作家咁樣啊！屌你咁樣，我落去唔會有你有幾大影響啊？喂，你係我哋好似今日我哋睇啲新聞啦，唔係話專登第一節要講政治新聞嘅，係第一節拎打開報紙，你就係啲咁嘅擺頭。喂，你一啲你個政府咩為民謀福利，屌你諗咩全力拼經濟拼條撚毛咩？見撚到你，屌你真係冇鞋玩劇走啦！我諗專業收撚得閒啦，你仲要我上堂？屌你真係黐撚線！你出糧俾我啊？真係黐撚線到咧！喂，其實真係好唔得閒嘅，個個真係屌你謀生嘅，係嘛？咁使唔使日後嗰啲考試考埋外國主義入去啊？講法當然要啦，佢哋到時全部走撚曬。當然要啦，佢哋當然要啦。好啦，嗱，港府咧今日咧。就阿唐英年咧就同阿楊潤雄開完會咧就做咗幾招。楊潤雄表示咧 ，OK 嗱，而家西九咧，西九管理局舊年提出放寬2016年嘅加強財務安排，行政會議經過審議之後咧 ，OK 俾西九出售第二區嘅住宅項目，而且取消埋嗰個BOT 嘅發展模式限制。咩叫 BOT 咧？即係叫起完運營運完之一段時間之後就俾翻政府咁樣啦，即係話佢哋可以賣斷佢啦。如果咁講，即係咁個價會好啲啦。咁啊，楊潤雄咧就話咧，嗱之前批嗰啲17,280平方尺咧，就樓面嘅面積就維持不變嘅，即係已經准許，即係有17,280平方米，話喺到100多萬尺喎。OK， 楊潤雄話如果賣得曬咧，咁啊相信咧即係亦足夠西九營運10年。嗱，先唔好講，咁10年後又點咧？唔好講嗰啲先。你阿楊潤雄、唐英年，即使嗰個係西九，你哪來嘅信心嗰度賣得好好咧？係嘛？你老實講，我唔知你點樣營運啊。首先香港有冇呢個氣氛，即係做咁多咁樣，譬如 M2 嗰啲啊嘛，使咁多錢買嗰啲咁嘅嘢。以前我哋香港啲博物館係點樣咧？以前啊，我最記得咧係耐唔耐咧？會有啲咩嗰陣時咩清明上河圖又唔知喺邊度會展有展覽，咁都得㗎，其實都係一個種展覽嚟㗎嘛。你唔使一定要自己去擁嗰啲咁嘅所謂文物㗎嘛。啊，即係我唔講啊，你哪來嘅信心？屌你咁可以用到10年錢，17,280平方米，仲要咧取消埋個 BOT 發展模式，咁根本成個西九都唔係以前諗嗰樣嘢啦，係嘛？咁就係咁咯，啊！好啦，最後 DSE 放榜，咁我唔特別講啦。咁啊，反而咧係有個啊腦麻痹考生，好嘢喎。OK， 都考到25分。嗱，佢自己毅力咧，我哋一定係佩服嘅。不過佢講嗰啲咧係老生常談，我都唔特別覆啦，因為譬如佢講啦，唔係個個都考到好成績啦，大家只揾到自己嘅長處啊。但係呢個老生常談咧。亦都係事實嚟嘅喎，咁當然啦，我哋而家咁講啦，你真係而家在其中，對自己成績 expect 比較高，又或者淨係覺得攞到個成績之後就可以做乜做乜，或者去讀咩報咩大學，而家時之間失咗手或者唔達到自己預期咧，都係會有啲挫折嘅。但係其實聽呢、這個好似呢、這個彭同學啦，有腦麻痹嘅嚇，話齋做盡咗力得㗎啦。彭同學話：最緊要做到喜歡做嘅事，呢個係難嘅。咁希望各位即係同學可以努力啦。起碼要我諗，去到嗰個年紀，其實要揾到嗰件所謂自己中意嘅事，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嘅。即係我唔關事，而家現即係政嗰個政治氣氛唔容易㗎。我譬如我你問我17、18歲嘅時候，你話我最中意乜嘢，我都唔撚知啊。你問我而家最中意乜嘢，其實我都唔係好知，不過我會知道我唔中意乜嘢咯。好嘛，好休息一陣。